18岁那年，我们初次来到高雄，面对大学生活有许多的憧憬，无论是夜冲夜唱、逛街买衣服，或是跑步健身，在球场上厮杀，亦或是唱歌跳舞，在社团中展现自我，都令人感到新鲜与期待，让我们对大学生活有许多规划，期盼在这4年中能绽放光彩。弟兄，你觉得这4年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啊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但我相信会过得很精彩吧。而在大学生活中渐入佳境的我们，便开始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中学习，展现专业的技术与长才，在实习中累积经验，在一次次的错误中不断进步，借着长时间的摸索，在其中有所成长，对于未来有着更明确的目标，并向着目标而努力。
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但似乎这些都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真正的需求。在一个琉璃，主啊，你也向我们说话，将最合适的，我们的交通，都是以你居首位的，是没有自己的观念，将我们都在身体里面交通，将我们流到一个琉璃，在同一个魂和同一个灵里。